太太，您休息吧，明儿一早你还得出门呢。叶子睡了吗？叶早就关门了，可能已经睡了。你怎么还没睡？妈妈，你又要出门啦？你不是说好了吗？新中国成立后，你就带我去北京去见爸爸，不作数了。来，妈妈有一单生意。等妈妈回来以后，就带你去北京，去见爸爸。一定，一定。妈妈。是什么人？妈妈就是妈妈呀。